不想了，不想就这么没事。若需要，亦不要，没有创造的恋爱史。只怪根本我仍然要苦我，我会因此，原来火化才伤到彼此。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？不可以，总可以将琐事当天大事。那样坚持，那样不迟，但由自没有结束不会开始。这次出征到还是也应该再有几次。也许一想你我某事唯一可重意，才来害怕无下次，其实多么讽刺。若觉得第一位最快，为何上一位不释怀？没法想下一位的生涯，仍然能得手，还是罢手，反反弹，无憾便老得很快。Thank you. 呢首係家添嘅下一位前度。